好，今次咧我係會講到咧建立同神嘅關係。咁我第一樣想講係乜嘢呢？就係咧神真係好好嘅，神真係好到不得了嘅，真係咧佢係真係錫我哋錫到窿嘅。咁咧就我自己係好中意神，好中意神，成日都好中意神。即係咧同神咧係，其實我哋好容易咧。同神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嘅，因為神好錫我哋。嗱，我用一個比喻講下，我曾經一次咧去到睇一啲有一個各樣嘅展覽嘅地方，咁其中一部分係恐龍，其實即係我對睇恐龍冇乜興趣，嗰個其中嘅 一部分。咁而佢裡面咧就寫一句，佢話我等咗你億萬年，即係嗰啲恐龍咧等我哋億萬年嚟去睇佢啊。咁我想話咧。神咧等咗我哋億萬年啦，因為喺未創世之前，神已經識得我哋，已經係等緊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，即係出世呢個世界上，並且咧係等住去祝福我哋嘅。咁大家如果假設咧，你哋係結婚啦嚇，喺適婚年齡嘅時候，你一個譬如假設有一個異性入去啊，佢係愛主嘅，咁你又中意佢喎，然後咧有個人通水話俾你聽，喂，其實佢單戀緊你㗎咁。你聽完之後，你會有咩感覺咧？哇！原來我中意佢，佢原來佢單戀咗我，會唔會好開心啊？即係覺得哇，我又中意佢，佢又單戀我，咁咪即係冇問題啦，係咪？嗱，我想話一樣嘢就係神其實單戀咗我哋好耐，我哋未信耶穌，未有呢個世界，神已經愛緊我哋。嗱，好多人就覺得好似好難諗神咁樣諗法嘅，一個咧神好抽象啊，即係呢個係好多人嘅諗法，神好抽象，摸唔到。捉摸不到，但其實神是捉摸到的，神的同在是可經歷的，即是他的愛、他的平安、他的喜樂、他的能力是可捉摸到的。那就讓你知道神是很真，並且你大自然你看到很多你、即是神所做的事。你喜不喜歡吃東西？會不會有時得閒在想或者找些什麼吃先，是吧？你有冇發覺神所做嘅食物咧，真係神咧係最好嘅調味師。即係我自己喺度諗啦，大家你都整日調味噶嘛？假設你冇原，即係冇呢種譬如冇芒果，你要整芒果味，你估你整唔整到啦？即係你冇芒果嘅，不過你用啲糖啊，用啲咩調到芒果味出嚟啦？調唔到，真係芒果有佢嗰種特別嘅特色㗎，係咪？荔枝。好多種喎，即係我其實好中意食荔枝嘅。不過荔枝咧一把荔枝三把火，一粒荔枝三把火。咁咧就即係話咧，荔枝咧就真係佢個味又好唔同，同埋佢又彈嘅，有每一種即係每一種生果都唔同，係神特別做俾我哋去享受嘅。你又中意睇靚嘅蝴蝶啊、雀仔啊、花啊，中唔中意睇啊？中意。都係神特別設計俾我哋睇嘅。我唔知道有冇人送花俾你啦，但係咧神送花俾你喎。你睇到周圍行咧，你會睇到好多花都係神做創造俾你。因為我又好中意影相啊，我就發覺咧，真係自然界好多樣嘢咧係好靚好靚，都係神特別設計俾我哋。當你咁諗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話神真係好錫我哋噶。你覺唔覺得啊？因為未係好覺得，即係。首先由大自然我哋睇到神好錫我哋，耶穌救我哋睇到耶穌好錫我哋，同埋我哋可以經歷到神。我喺1998年咧，有個布道家為我按手祈禱啊，係我從來冇諗到可以咁經歷。當佢一按手喺我身上，我即時感受到好大嘅能力湧入嚟，即時好大嘅愛係感動到咧，喊咗好耐。咁而之後咧，我就。日日用好長嘅時間祈禱，因為我之前咧，我真係覺得即係同神嘅關係真係唔係咁密切嘅。但係我當時咁樣經歷嘅時候，我就話原來神係可以咁樣經歷啦。我就同神有一種好即係好中意神嘅心，我就神啊，我要保守呢種嘅關係，我就好多祈禱。而我祈禱嘅時候，我就發覺我可以感受到神嘅能力。而我今日遲啲同埋呢幾次，我都會幫助大家點樣去隨時可以經歷到神嘅。在我嚟講咧，我隨時我諗耶穌咧，即刻感受到神嘅愛啊、平安啊、喜樂啊，即時湧流啊！就算半夜三更我起身咧，去洗手間，一諗耶穌已經神嘅喜樂又湧流，你哋都可以嘅。因為點解？因為神單戀咗我哋好耐㗎啦。
神已經等緊我哋好耐，神係最好最好嘅一個。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呢個世界上有冇一個人咧，成日都關心你，成日陪住你，成日有咩又幫到你，又有能力幫到你？呢個世界上有冇咁嘅人？係冇啊！就算佢有啲能力，佢冇時間幫你，或者佢冇呢個心幫你，但係神係全能嘅神，乜嘢都有，乜嘢都喺佢嘅手中。佢係成日都關心我哋，成日陪住我哋。你隨時可以經歷佢，隨時可以得到佢嘅幫助，係咪真係好好啊？我希望大家咧，將神咧更加諗到佢好真實。神就真係好真實嘅。周圍花草樹木真唔真實啊？真實。創造嘅萬物係好真實嘅。你經歷嗱，有幾多個喺你敬拜神啊、讚美神會感受到平安輕省嘅？有幾多個？有幾多個感受到嘅？請你舉高你嘅手。OK， 嗱都有一啲。咁喺你嚟講，你係經歷到神嘅真實，即係話咧，神就係咁真實嚟到我哋當中，咁幫我哋嘅。即係你唔好諗住咧，神好似好遠啊，其實神就喺呢度，佢喺我哋前後環繞，我哋按手，我哋身上，佢隨時關心我哋嘅。咁我今日講嘅主題，我最想大家感受到神嘅愛，中意到神嘅愛。呢、这個最主要唔係理論嘅傳遞，但係我會教導大家用聖經去支持，俾大家睇到神嘅美好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見到大家咧，可能咧，嗱，即係先舉手都係一小部分舉手啊。咁咧，可能咧，對於你嚟講，經歷神咧，都係一樣比較遙遠嘅事，都係咧唔係咁肯定嘅。咁所以喺呢一陣咧，我想就係示範一下。嗱，我想示範嘅原因咧，唔係話我自己有聖靈嘅能力，我想話神好真。我成日都話神係好好好真。喺我心中，我唔想有任何嘅驕傲，因為如果我任何驕傲，我就一路建立喺基督嘅根基上一路拆毀。咁我點解要咁做咧？我心裏面成日都話神係好好，好到加零一，好到不得了，真係咧錫我哋錫到窿嘅，又有好有恩典，好有能力，係好想提升我哋嘅。所以我做任何嘢，我都係話神係非常好嘅。而我自己即係話唔係我有咩好，唔係我夠好，所以神咁祝福我，而係咧。神在我軟弱的時候揀選我去祝福我，我就很感謝神。神啊，你真的好了。而我發覺為人祈禱真的大部分絕大部分是即時經歷的。好了，現在問一下有沒有兩位願意出來，我即示範一下神的真實，誰快點出來就是那兩位了。 OK， 好好對著我就可以了，放鬆的人啊，你們好熱心，放下一張紙先，放在這裡先啊。黑文啊，請一位啊，是哪位同我揸住個麥啊？我幫你揸。OK， 嗱，你放鬆就得噶啦，放鬆。啊，就諗住耶穌，耶穌就喺度祝福緊我哋，歡迎耶穌，歡迎主耶穌同我哋一齊。感謝耶穌，嗱，你跟個心跟住我就得噶啦，個心，我講嘅説話你跟住就得噶啦。多謝天父嘅真愛。嗱，大家都可以企身，因為大家企身咧，黑文眼咧，專心咧。你都會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的。耶穌你真好，你一想著耶穌就在這裡，你用什麼心就可以了。主耶穌，用什麼心都祝福耶穌，神你真好。主耶穌安慰我們的心，釋放我們的靈。耶穌讓我們知道你和我們很近，很近很近，耶穌和我們很近的。耶穌歡迎耶穌，请念主耶稣。我们个个都可以一起咁样，用个心底去呼叫耶稣。哈利路亚，用个心呼叫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欢迎耶
中意耶稣啊！主耶稣圣名，啊，多谢天父。大家继续黑眼啊！有几多个人，我问咗你哋先，唔问佢两个先。有几多个呢度咧？喺祈祷时，你觉得一种平安、轻散、轻松，同埋身体舒服，是哪一种嘅感受嚟到身上？你举高个手。有边个咧喺主耶稣脚阵咧？你觉得平安、轻松、感动，或者系身体舒服嘅？举高个手 ，hold 住只手吓。我感動，你覺得感動啊？神就好真啊，耶穌就好真好真嘅。好啦，咁我問你兩位咯喎，喺過程嘅時候，你有經歷乜嘢啊？你可以轉過嚟，可以轉過嚟，你揸住部咩啊？我唔知啊，同平時都係即係好想去呼求耶穌，但係佢係佢一講就嗰種感受。你試下形容一下，係咪平安啦、輕省啦、安慰啦？係平安嘅，平安嘅。譬如你流眼淚係因為感動啦，亦或係有啲憂傷走出嚟啊，亦或就係感冇憂傷嘅，係想喊咯。係啦，就係呢個都係神嘅感動嚟到你身上啦。係同埋咧，神都會祝福身體，有冇覺得個身體好似輕飄飄、舒服咁樣？都有。啊！呢個都係神嚟到咧，見人咧，即係個心靈、身體都得咗福過人。你嘅分享下，好平安啊！個心就好舒服嘅，同埋好多好温暖啊！嗰種温暖感覺係好感受到，好乾啊，好乾，係啊，好乾嗰種感覺係。感謝主！你想啱啱即係先，你話好感動啊！你想講講啊？哇！好可愛的愛。感謝耶穌！耶穌係咪好真啊？仲有邊個想分享嘅？簡單分享嘅有冇邊個啊 ？OK， 嗱，即係我哋睇到好，多謝你啊，多謝你可以整錯。嗱，大家睇到咧一樣嘢就係神好近啊，跟住我一齊講問，神好近㗎，同埋有感情，跟住我咁樣嘅表情。嗱，你留意咧，你唔好淨係聽我講啲內容啊，留意我啲表情啦、感覺啦、裡面湧出嚟啦、輕鬆啦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唔好淨係知識上認識神啊，係整個心靈中意神啊！你話神真係好嘅嗱，有啲表情咁樣講啊，一齊講，神真係好，神真係好錫我哋噶，神好中意我哋噶，神成日陪住我哋噶，神係咪咁樣樣啊？真係可以經歷嘅，隨時可以經歷，隨時可以得幫助。即係佢真係咧，我哋隨時嘅幫助，蒙恩惠作隨時嘅幫助，就係咧，原來神係好近嘅。頭先我啲姊妹嗰陣時啊，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覺得，即係深深知道神係近，神係隨時祝福。而當你跟從神、親近神，係一定神會祝福你，一定會神會賞賜你，係唔會係浪費時間嘅。當你有呢個心咁樣嘅心嘅時候，你同神關係就會建立。如果你話，因為有好多人咧祈禱啊、睇聖經個心啊，哎呀又要睇書啊，即係又要睇書啊，哎呀又要學教導啊，又要聽道啊，哎呀又要祈禱啊，因為祈禱有好多人嘅感覺，祈禱都唔知有冇用嘅，即係好多人啊，祈禱都唔知神有冇聽到嘅。但我想話，神係好中意聽到我哋親近佢。因為好多人對於神咧覺得好遙遠啊，點解咧？眼見嘅就近啊嘛，眼睇唔到咪覺得遠咯。但係當我哋經歷到神同埋明白，自然間一切都係神嘅愛嘅表達。耶穌嘅救恩係神嘅愛嘅表達，神同我哋講嘢叫我哋知罪都係神嘅愛嘅表達，神感動我哋跟從神都係神嘅愛嘅表達。咁嘅時候我哋就會覺得知道神好近啊，並且啊，有啲人。用長時間親近神，有啲人真係會聽到神嘅聲音喎，有啲人甚至會上天堂喎。我自己喺我影片咧，有兩個人咧就係有一個成日上天堂，日日都上天堂；另一個咧都上咗天堂，起碼十幾次噶啦，或者仲多啊！即係並且係領受神嘅信息，同神嘅關係可以好近。而我自己就成日收到神嘅信息嘅，我好多教導咧都係神俾我信息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咧。心裏面深深相信神好近又好錫我哋嘅，一齊講神好近又好錫我哋嘅，又好掛住我哋嘅。
而家睇下有幾點嘅。第一大點，神係極度嘅慈愛，所以好唔難建立同神嘅關係係唔難嘅，係好容易嘅。即係頭先我所講，有人單戀你，而你又中意嗰人咧，根本你一拍即合噶啦。嗱，如果呢個人係屬於神啊，即係我哋唔好同嗰啲不信嘅人咧一拍即合。呢個人係屬神嘅，愛神嘅。你佢又單戀你，你又愛佢，咁好容易。嗱，神就係咁樣嘅。所以真係咧，我希望大家心相信，同神嘅關係一啲難處無，並且神係凡事祝福你，包括你嘅健康、你嘅前路、你嘅婚姻、你嘅仔女、你嘅丈夫，你所有乜嘢你所遇到嘅全部，神都會幫你嘅。即係神真係凡事幫我，我無論即係我每一樣嘢，我數算啊，我都睇到神嘅恩典嘅。神俾我啊好好嘅、非常好嘅太太啦，極之好，我都未見過一個咁好嘅太太嘅。我係真係未見過咁好嘅太太，即係好咗啦，出嚟走。即係咧，係好到咧，係即係不得了啊！即係極好極好嘅，每一方面好有智慧、好温柔、充滿愛，好中意同我一齊。我任何對佢做嘢，佢都好有反應，係好到不得了嘅。神又俾我經濟可以全世界去，神俾我聰明智慧，神俾我能夠有神嘅同在去祝福人，有好嘅教導，有神俾我各樣嘅恩賜，我學邊樣邊樣都學得好嘅，即係神都可以咁俾你噶，逐樣逐樣俾你嘅，只要你肯親近神，亦都係要付出代價。譬如我彈琴，我以前曾經六一日六七個鐘頭彈琴，雖然我學琴嘅時間好短，但係神親自教我，我又有跟人學過，不過好短時間。但是神親自教我一路進步的，即其實神是凡事幫我們的。我希望大家看到神的恩典，還有我有幾次差不多意外可以死的，是直情我走一次，我直情以為車在我離開我很近的距離實死的，我直情問耶穌，我不知道那麼快要來，但是誰知神叫那車在最後的時候，不知道誰有位置可以走出去的，即是這個神的恩典。我也都是即神的奇妙的保守，那兩次是因為有特別的原因，不是因為我身體平衡不到，一次因為地下很滑，另一次是有特別的原因，是跌了地下撞了個頭，即是普通人都很少有這樣的意外，兩次都 很痛的，但兩次都沒有事的，即是神是很特別特別保守，是神的恩典很大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很喜歡神。我們看這個第一個經文，神成日愛住同埋想念我哋嘅，以賽疏四十九章十五節，一齊讀下。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？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呢個有幾個媽咪啊？呢個有幾個媽咪舉手 ？OK， 好，感謝主啊！大部分都係媽咪。好啦，我想問下，呢個有邊個媽咪咧？你曾經去買餸啊，去買衫啊？去試衫嗰時候，又唔記得咗個 BB 放咗喺邊度，死啦！唔知喺買衫嗰度咧，買手袋嗰度咧，去買餸嗰時候，唔知喺豬肉鋪又係牛肉鋪，因為喺買魚嗰度放低咗個 BB 咧，有冇試過啊？有冇搭輕鐵咧？你試過啊？係啊，因為佢哋都唔知跑咗去邊。哦 ，OK， 呢種唔同啊，即係佢跑咗去邊，唔係你唔記得咗佢，咪你揾佢嘛，係咪？係你揾佢啦，咁你唔同啊！即係話，我意思你唔記得咗佢，即係翻咗屋企，咦？我今日明明出門口帶咗個 BB 嗰啲，咁翻嚟冇咗 BB 咧？有冇人試過係你唔記得咗而留低咗個 BB 喺邊度？有擔心過呢種情形嘅。擔心過，但有冇發生過啊？冇發生過。當你個 BB 病，你會唔會去到邊度都掛住佢啊？會。冇病會唔會掛住啊？少啲。少啲，但係都。嗱，我講 BB 啊 ，BB 會唔會係成日掛住佢啊？嗱，呢個就係神俾媽咪，同埋唔係淨係俾人嘅媽咪喎，動物嘅媽咪都係咁樣喎。獅子咧，我喺網上咧，我最中意睇咧就睇動物。嗰啲母獅啊，佢揾個獅子嗰啲 BB 咧，佢嘅叫法咧就同佢普通叫法唔同喎。同埋有一次我見到那個媽咪咧，見到個 BB 死咗啦，佢真係個表情咧，
係真係好傷心咁樣㗎。就係佢啊，咁樣即係佢表情咧，係真係睇到動物都係有嗰種愛，因為神有愛，所以佢將愛放喺動物。鱷魚係冷血動物啊，但係鱷魚咧生咗個 B B 咧，佢成兩三個月咧，就佢就揾呢個地方咧係好近個水，佢就喺個水嗰度，喺個近水嘅地方生咗蛋，又冚住，然後咧佢就喺個水嗰度等，等嗰啲蛋出啊冒出嚟，然後咧佢聽到嗰啲鱷魚仔咧咕咕咕啊叫咧，佢咧就走上去爬爬爬，然後咧佢就用個口擔佢落嚟噶。嗰啲鱷魚嗰啲牙犀唔犀利啊？佢嘅口嘅力大唔大啊？大。佢可以擔起只 B B， 唔係一隻喎，係擔幾隻喎，擔落口度，擔完一隻啦，咁樣戳嘅喎，即係擺落口度，咁樣戳入口裏面，攞幾隻落水，跟住咧又上去攞幾隻，真係好細心。呢、這個就係神創造各樣嘅生物，即係好多嘅生物都係有呢種愛，就是、因為神本身係愛。當我哋諗到神嘅本身係愛，同埋佢咁愛我哋，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你發現原來有個人真係好愛你，對你真係好有心，好關心你，凡事幫你嘅，你會唔會覺得哇乜？我有個咁嘅人愛緊我，幫緊我，你會唔會有咁睇法？譬如你發現你媽咪好，原來佢做咁多樣嘢係出於愛嘅，嗱，可能你後生嗰時有時反叛，但到你明白你媽咪愛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覺得哇？真係呢種愛係世界上揾唔到嘅，會唔會有呢種嘅感覺啊？神嘅愛真係好大，呢、這個風扇可唔可以吹我或者熄咗佢？即係神嘅愛咧，真係極大。我希望大家咧諗到神嘅愛就中意啊！嗱，我一齊講好嘛？我諗到神嘅愛就中意啊！有啲表情咁，一齊講啊！我諗到神嘅愛就中意。嗱，當你中意神嘅愛，中意歡喜神咧。神是很歡喜的，因為他知道誰愛他的，神是很歡喜的。譬如好像我自己，我今年年初我就去了南非，而我在那裡是有一個很奇妙的經歷，就是第六第七次有人不認識我而發夢和祈禱見異象見到我的。之前已經有五次是不認識我的人發夢見到我，然後才見到我的人的。咁而今次咧去非洲咧，亦都係有第六個人咧，佢咧就發夢，佢就去俾人追，就好驚喺個夢裏面好驚喎。然後咧就跑咗間屋，就望到入邊咧就有中國嘅小朋友。佢話我發夢從來冇見過中國人，咁喺南非都有中國人，都唔係好多啊。然後咧佢就敲門入去啦，然後咧佢就入到見到一班中國人喺度祈禱啊。然後就我出現啦，佢見到我嘅樣啦，見到係中國人啦，然後咧。就我所講的都是講到神的愛啦，神的喜樂啦，然後咧同佢祈禱，我話我為你祈禱好唔好啊？都是我講説話的方式嘅，即係我好多時都同人講，我同你祈禱好唔好啊？然後當我一喺夢中一為佢一按手，佢即時咧就經歷好大的愛同埋開心，佢即刻醒咗之後咧都喺度開心同埋被愛的感覺，而佢夢起初咧佢係驚嘅。呢、这個夢真係好特別，因為喺個夢裏面咧，真係好多感情一齊出現啊！而佢睇到我嘅時候，佢見到個樣一樣啦。佢嗰日咧，我係禮拜二傍晚嘅時候起飛，佢係禮拜二清晨發夢見到我，真係好奇妙噶。佢就喺當日佢哋有婦女嘅聚會，佢就話俾婦女聽：我今日發夢見到嚟嗰個中國牧師，又跟住佢嚟就一路睇係咪？佢就睇到我嘅樣子同個發夢嘅，同埋嗰個表情同埋祈禱嘅經歷都一樣嘅。你上網喺這個 Facebook 揾葉牧啊，因為佢唔可以擺牧師嘅嗰個 title 啊，你就揾葉牧就牧師嘅牧，咁咧你就會 look 翻前少少咧，就會見到呢個見證有中文字幕嘅。咁咧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又祈禱咧又見到我啦，見到朦朦地嘅，然後佢又求神俾佢清楚啲，就見到更清楚嘅。即是说神当人神知道哪个是爱他呢，神是很有反应，神是会特别去祝福，同埋呢神是同有不同的人跟他说你跟葉牧師，有很多人在那里烦恼，他在那里祈祷，他又在那里上网找，他就会见到我的影片，就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过，即是神是知道哪个爱他的，当你真心爱他呢，他是知道的。那我希望大家就说神啊，你真的很锡我的，
真係成日掛住我嘅。所以你祈禱咧，你唔好諗住，好多人祈禱就諗住神啊，你喺邊度啊？你咁樣諗，神啊，你原來喺度諗緊我，你喺度錫緊我，你陪緊我一齊。大家可唔可以有呢種嘅心？我希望大家今日培養到呢一種咁中意神嘅心。嗱，我成日就係咁中意神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發覺人真係有好多嘅缺點，人真係好多嘅問題。嗱，我成日都關心人，成日都祝福人嘅，但我睇到人真係係好多缺點、好多問題，同埋人嘅能力好有限。但係神有無限嘅恩典、無限嘅能力、無限嘅愛，係咪極度美好啊？真係係全世界都冇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記得呢樣嘢，神好到不得了嘅。一齊講啊！神好到不得了嘅。好啦，跟住咧，第二點啊，就係神咧，因為我哋極度歡喜同埋默然愛我哋，神嘅愛係充滿感情噶。嗱，好多人咧就覺得神咧好似個校長，好似個法官啊。點解啲人諗到神咧就諗到乜嘢咧？哎呀，我又唔聽話，神都唔中意我噶。好多人就咁都係咁樣樣嘅。我想問你，當你有仔女，你嘅仔女又唔聽話，你係咪諗到仔女就係諗到佢唔聽話？你咪淨係諗到我仔女唔聽話，因為你會諗到我呢個係我仔，我心我睇重佢㗎，我關心佢嘅愛佢。你係邊樣嘢嘅感覺喺你心裏面咧？你話你成日諗住我仔真係衰㗎，好衰㗎，好衰㗎，佢真係唔好㗎，真係唔好嘅。因為你諗住我真係我係睇重佢，佢係喺我生命中好重要。係邊樣嘢喺你嘅心中更加強嘅？係愛啊，因為佢曳啊，愛啊，係咪？嗱，神都係咁，其實神將呢種愛放喺我裏面。神諗到我哋，唔係諗到你我哋嘅軟弱。曾經有不同基督徒同我講，哎呀，我又軟弱啦，我又犯罪啦，我又好親近神啦，有啲好多人咁講。咁神就俾我意念啦，神俾我好多呢啲意念啦，神就俾我方法點樣答佢。神就話：你有罪，你覺得好出奇。佢話：我一啲都唔覺得出奇，因為我過咗全世界，我見到全世界個個都有罪，你有罪有咩出奇啫？個個都有罪。而當你一悔改，我就好歡喜噶啦！你唔好睇你嘅罪，個個都有罪噶。你睇下，我係好願意赦免你。你一悔改，我就好歡喜噶。但我希望大家係咁樣諗神，唔好諗住，哎呀，我又做得唔好啦。而係多啲諗神喺度錫緊我，神好樂意赦免我。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會點啊？為佢歡喜喎，全部天堂就會開心。每一次，就算我哋基督徒悔改咧。天堂都會哇有一次好大的開心，你諗下天堂是不斷不斷的開心的，神就是咁開心的。嗱，我哋睇呢個西番雅書呢個經文，3:17，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嗱，呢個講到神嗰種感情啊，佢係因為你歡欣喜樂，好開心嘅，默愛你啊。我太太咧好多次咧，忽然間就望住我喎，眼定定咁啊！有時瞓覺啦，我話你快啲瞓啦，你聽日要早啲起身啊！佢因為好早起身翻工，佢咧就佢話你俾我望多一陣啦，即係我叫佢，你話我話你快啲黑埋眼瞓覺啦。佢有時佢唔肯黑埋眼瞓覺，佢望住我望，佢話俾我望多一陣得唔得？即係我感謝神，神俾佢真係對我好大愛，我又對佢好大愛，我又好感激佢。神都是这样的，他默然爱你。有没有一个人忽然间望下你，望着你就是爱你？神就是这样的，他成日望着你，成日爱着你。当你深信这件事呢，你对神就会很欢喜，而你是可经历到他的爱。这个不是我作出来的，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。浪子 他很曳啊，不听话，用了钱啊，但他父亲其实是等着他回来，是吧？他遠遠見到他回來，他就怎樣啊？父親是年紀大的那個嘛，個仔是年輕的那個嘛，不是個仔跑過來，是個爸爸跑過去啊，跑過去年年與他親嘴啊！哇，真係神就是這麼愛我們的。我希望大家知道神的愛，因為人呢是世上是沒有這樣的愛的，所以人是很難相信神的愛。神呢就人就成日想到要做什麼要做什麼，神的而且確是聖潔的。但是當你有愛咧，你去遵從神就唔難嘅。你我發覺，如果你有個仔係大啲嘅，或者你總之你識得有啲人係即係總之喺戀愛時間啦咁啊，佢父母叫佢你做咩做咩啊？你要聽話，你要咩乾淨，乜都唔聽喎。
當佢一有個女朋友，女朋友話：喂，你有啲味喎。佢即刻咧未見女朋友之前，一個洗乾淨噶啦。喂，你有啲咩問題喎？我話佢即刻咧，佢會做曬。即係話咧，當佢有愛嘅裏面咧，佢就會好樂意去做。不過咧，結咗婚又唔記得曬噶啦。因為結咗婚咧，好多男性咧就覺得我已經克服咗對方啦，得到對方咧，咁已經完成工作噶。即係呢個係男性嘅特質，完成工作咧就冇乜大興趣。咁所以男性係要學刻意去愛太太、珍惜太太嘅。咁咧呢個你翻屋企咧，你就唔好叫，唔好同你丈夫講，喂你要刻意愛，而係你引導佢愛你，同埋咧。佢每一次愛你，你都多謝佢。佢為你裝飯，你話老公你真好啦，你同我裝飯，即係令到我覺得好冧，好開心。佢做乜嘢你都讚佢欣賞佢，佢就覺得咧，佢做嘅嘢咧係全部即係你中意同埋接受咧，佢就更加同你嘅關係好嘅。嗱神咧係永遠都係咁錫我哋，佢成日都望住我哋去愛我哋嘅。大家會唔會咁啊？能唔能夠將呢樣嘢裝喺你嘅心裏面啊？能唔能夠相信啊？你有冇經歷過神嘅愛同埋幫助咧？嗱，你經歷過你就記得。嗱，剛才你見到兩位姊妹都流眼淚，咁你話我冇喎，佢流啫嘛？你覺得佢係裝假定係真眼淚咧？係真嘅。咁佢經歷到之後話神就咁愛我哋，咁你就記住嗰樣，你唔使話我冇流眼淚，佢有啫，咁唔關我事。唔使咁諗嘅，有人流眼淚，即係話我哋都有人可以被神嘅愛感動，係咪？咁希望大家成日掛住我哋嘅神，係好有豐富嘅感情嘅。喺呢個世界上嘅人好多都冇乜豐富感情嘅，係嘛？尤其男性啊，好似冇乜反應嘅。有啲太太同我講，佢話咧同丈夫講嘢好似同牧場講嘢，冇乜反應。但係神唔係咁喎，神係豐富感情，因為其實神做人嘅時候。人本來係有豐富感情，係咪小朋友好有豐富感情㗎？哇！有啲嘢一歡喜咧，真係笑到咧好自然㗎。我太太又係咁喎，我一話佢約佢拍拖咧，啊，好開心，好開心，佢又跳又彈㗎。即係咧，佢係好自然，因為佢嗰個感情上佢好豐富啊。但有好多人唔係嘅，好多人嘅感情壓抑咗，成年就壓抑啦，細個嗰時就由得一路壓抑。但係我哋睇到神嘅感情好豐富，佢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我哋喜樂而點樣啊？歡呼啊！哇，好開心見到你親近我，好開心見到我哋去親近佢，去到佢面前，神係好中意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放喺記憶裏面，神唔係冷酷嘅，神係好有感情。我哋第日去到天堂咧，你都會充滿感情，唔再好似而家有時有啲封閉，因為好多人都會有封閉。你越親近神，你就越開放。我講俾大家知啦，我今日搭東鐵西鐵嚟啦，係$2。咁你知點解咧？我65歲半啦已經，但你見我咧，哇！啲感情真係唔係好似65歲嘅人喎。你有冇見到65歲嘅人好似我咁感情豐富啊？就係神可以醫治我哋成個心靈。我哋成個人都可以輕鬆嘅，成個人仲話可以健康啊！有啲仲後生嘅我咧，睇啲細節要用老花眼鏡啊！你哋應該唔知，應該冇人啊？有冇人睇細節咧用老花眼鏡？我係唔使老花眼鏡，係好奇妙嘅。我又唔使近視眼鏡，又唔使老花眼鏡。多謝耶穌，即係神知道邊個愛佢咧，神係會大大祝福，神都會大大祝福你嘅。同埋咧，神永恆陪伴啦。詩篇139篇第5節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中國古代有妹仔啊，妹仔如果主人話你嚟啦，個妹仔有人話我而家煮緊蛋啊，蒸緊蛋啊，唔得啊，唔得啊，可唔可以咁講啊？唔得喎，佢要即刻嚟啊！主人話你要做乜，佢一定要做。跪喺地下要做咩，佢一定要做，係咪啊？隨召隨到。但我想問你，神係咪我哋嘅妹仔啊？神唔係，但係神係24小時，一年365日，現在同埋到將來永恆都永遠服侍我哋。去到天堂有冇服侍咧？去到天堂啲人不斷經歷喜樂同愛喺邊度嚟㗎？都係神佢同在帶嚟嘅喎。今日我哋能夠隨時經歷到神嘅同在，就係神服侍我哋。就算你唔聽話嗰陣時，有冇覺得聖靈感動你，叫你唔好犯罪啊？覺得唔舒服啊？呢個就係聖靈已經喺度喎，
即係話我哋唔聽話，佢又喺度；聽話佢又喺度，係嘛？即係話神成日同我哋一齊。希望大家成日記得，神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按在我哋身上，冇人好似神咁陪伴我哋嘅。嗱，我希望大家咧成日記實，神係好中意你。並且咧處理所有對神嘅負面感覺，有啲人咧就話：，喺神都唔公平嘅，你嗰個人咧點咩嘢都有，我咩都冇。其實就算你好多嘢冇，但係神都會補俾翻、補足俾翻你，同埋咧佢可以俾叫你喺貧窮嘅時候有力量。但係我睇你樣啊，就可能你話我都係貧窮，不過起碼你都有衣有食，都係肥肥白白。咁我見你哋個個都冇一個餓親㗎，係咪？你有邊個今日啊都冇錢買早餐食啊？冇人餓親嘅，即係其實你都有衣有食啦。當你諗到神嘅恩典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哇！神真係好啦，神真係好真實。其實喺我哋身上，我哋都可以經歷到神嘅作為嘅。好，跟住咧下一點咯喎，同神嘅關係好一定蒙福嘅。呢一點我希望大家記實，係一定蒙福，係冇走雞嘅。馬太6:33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神應承的，祂一定做的。譬如說我們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是公義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不義。當你悔改求耶穌赦免，耶穌會說讓我想想今天我赦不赦免你先，會不會這樣呢？不會，神應承了一定做。那這裡一樣的，你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一切就會加給你。其實我想告訴大家，我小時候是很貧窮的家庭，亦都有一個很大原因，因為我家裡很多賭博，所以我家裡是很貧窮。我家裡我曾經我自己在中學時期我都有做一些散工，我賺了錢買一些衣服，是可以失了蹤的。我的手錶可以失了蹤的，就是拿了去當了，家裡人拿了去當了去賭錢。就是我在這樣的家庭長大，根本沒可能可以讀很多書的，但是神給我的機會能夠是有一個聖經大學的學士學位，兩個神學碩士學位，神給我很多的教育，還有很多方面神即是神給機會我學習不同的東西，都是神的禮物的。你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一切就加給你。那什麼叫先求神的國呢？就是很想人信耶穌得永生，這個第一。第二，我的心要成為神的國。神的國即是怎樣，即是神在哪裡掌權，就是神的國。但很多人就不是，神感動我們不要說大話，你說哎呀不說是不行的，那就實被人人家知道我的不好的東西就會告發我，又會我會有不良的後果。我們很多時候怕做錯事被人告發，我們就會說大話，或者有些人習慣性說大話。但是呢，當我知道神是不喜悅，我真的處理，我以前都有說大話，但我真的被神改變，我是真的一次大話都不說，因為我知道我所有做的事。你好像假設現在這個屋不是有個屋頂的，有一天去到神面前的時候，你想像這個屋頂再不在這裡，你會回到這個情景的。全世界的人、神和甚至魔鬼、天使都一起看著我們的生命，因為神會顯露祂所有的作為給全世界的人看到的。所有我們做的、說的、想的都全部顯露出來。有一天在保羅都說，他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，他們全部會看我們的生命，到那時候我們所有的言語行為都要顯露出來。當你的心真的愛耶穌，神就喜悅，神就會給大家看到，你看這個人怎樣愛耶穌。但是當這個人有回教堂，但是一個心其實就愛世界，成日掛住睇電視集啦，成日掛住享受啦，美食之旅啦，點樣享受啦，點樣玩啦，淨係要求自己嘅嘢，唔得唔到又發脾氣啦。神睇到曬，一切睇到曬，冇走雞。當你真係個心俾神做主咧，你嘅整個生命就蒙福，神就會加俾你。咁你話我而家仲唔係好多嘢喎？好多好多嘅恩典喎，咁真係會有咁多咩？我想話神真係會一步步加俾你。當你一開始全心俾神去使用，全心愛耶穌咧，你嘅生命就會俾神用。而神要求我哋去跟從佢咧，係好簡單嘅三樣：信靠、親近、遵從。一齊講啊！信靠、親近、遵從。當你信靠神係最好嘅，
神係最俾善嘅，即係先我所講，神好錫我哋噶，神好關心我哋噶，神會供應我哋噶。第二咧就係親近佢，成日中意親近佢，成日咧行路搭車都一路多謝耶穌。嗱喺我嚟講個經歷成嚟，我一諗耶穌咧已經成身都冧曬嘅，多謝，即刻你起落湧流，即刻有能力，係隨時隨地任何地方任何環境你都可以學到嘅。我呢幾堂會教導大家點樣用個心靈祈禱，你隨時可以經歷神嘅同在。亦都我好中意神嘅説話，我時時咧去思想神嘅説話，時常咧即係我爭取時間專心祈禱，同埋我做咩嘢我都祈禱。我依家一路同你講嘢，我都學到點樣一路中意神就已經係祈禱。當你咁樣先求神嘅國同佢義，呢一切都加俾你。跟從神一定蒙福嘅，然後咧。不跟從神，不遵從神，不侍奉神，必受虧損的。那我們看得很明顯，總之你不跟神就一定虧損。那有些人說，那神呢你只是要我們做你的事，不做你的事你就煩，做你的事你就想，那人就覺得哇，神你真的就是好像有些人說很功利，要做得你的益處我就要做完你的事。這個是一個很負面的看法，但如果你用另外的方法看，就是說神是最美善的，神是柔和謙卑，神真的很謙卑服侍我們，祂是全能的主，但祂為我們每一個人洗腳，祂服侍每一個，是不是？我們信耶穌的時候，是不是神用很多人感動你信耶穌？然後你信耶穌之後，神不斷地感動你帶領你，神真的很謙卑服侍我們。我們不聽話，神有沒有等到你？沒有，祂還在找你，即是神是不斷服侍的。當你咁樣諗到神咁愛我哋，神係充滿愛嘅，所以你親近神、遵從神咧，你就係行喺一個最好嘅路啊，一條愛同埋公義嘅路。當你唔跟從神咧，世人，當你自己行自己嘅路，係咪好容易就係諗自己啊？你睇到世人係咪容易為自己嘅猛整啊、唔中意人啊、發脾氣啊、成日都想得到某啲嘢啊、貪心啊、自私啊、人？的裡面發出來的很自然，譬如有人對你不好，你馬上的反應是不是立刻饒恕他呢？因為立刻生氣他呢？有人踢你一腳，第一個反應做什麼踢我，立刻有 不歡喜 的感覺走出來，就是因為人的裡面很自然就是罪的，所以人不跟從神就是罪，所以跟從神呢，你就越跟從神，你的生命就越潔淨和充滿愛，越不跟從神裡面就有很多問題的。我們看看《約翰福音》十五章六節，一起讀，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丟在火裏枯乾，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。扔在火裏燒了是哪裡？天堂還是地獄？地獄。地獄。哇，不時時在耶穌裏面，即是跟耶穌沒有關係。有些人去教堂不代表他一定去到天堂，為什麼呢？有些人可以完全不祈禱，有些人可以他回來只是聽下做朋友，祈禱呢？祈什麼禱呢？耶穌快點醫我，給多些錢我，快點找個老公給我。只是這些呢，他沒有知罪，他不覺得自己有罪，他是可以不得救的，他跟耶穌沒有關係。那有關係是怎樣呢？就是說我們會回應神的說話，回應神的感動，神叫我們悔改，我們悔改，神叫我們愛祂愛人，我們就回應祂。這個就是跟神的關係了。然後呢，遵從我不遵從的後果，馬太七章21節，一起讀。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當進天國，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。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，主啊主啊，我們不是奉你一名傳道，奉你一名趕鬼，奉你一名行許多異能嗎？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，我從來不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。好了，這裡講到稱呼主啊主啊的人是即是什麼人啊？主啊主啊即是做什麼人？那些街的人會不會有主啊主啊，會不會？不會。是說什麼人？哎呀祈禱的人。是的，即是有祈禱的人。哎呀祈禱，即是他都會有祈禱，不過他不是真心。為什麼呢？凡稱呼我主啊主啊，不是個個都入得天堂，有些是入得天堂，有些不入得，唯獨哪些人得呢？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夠進去。到那天有很多人跟耶穌說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，奉你的名趕鬼，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？但耶穌我從來不認識他。那你說怎麼會有這樣的時間，又傳道又趕鬼，怎麼可能不認識耶穌啊？為什麼跟耶穌沒有關係？有些人真的
係一種外面嘅行動嚟嘅啫。我曾經聽過一個咁嘅牧師，佢退咗休喎。嗰啲人話：牧師點解你唔翻教堂咧？佢話：我已經翻幾廿年啦，我一退休唔翻啦。咁到底佢翻嗰陣時係翻工啦，定係去親近神咧？咁同埋有啲人咧，佢去即係話喺教會裏面做嘢咧，有班朋友啊，好好玩啊，好舒服啊，好開心啊。同埋喺教會侍奉咧，就會爭喎，同人哋我要爭呢個位喎。有人做佢嘅位咧，佢又唔中意喎。到底佢係真心侍奉神啊，因為佢侍奉佢自己嘅自我，係叫令到自我更加滿足膨脹咧。哇！我好叻㗎，好叻㗎。到底係邊一樣咧？咁所以話咧，有啲人真係唔入到天堂啊。咁大家我想問啊，大家你有冇真心悔改求耶穌赦免？耶穌感動你，你真係話神啊，我唔敢犯罪，我真係要悔改。你會有冇咁嘅真心咧？有。你有真心嘅，你就同神有關係。你知喎，神就知邊個係上咗天堂喎？邊個咧？有聖靈嗰、那個，神喺裏面講説話，你會聽話嗰、那個，同佢有回應嗰、那個，就係、是、得救嘅。如果你同神冇關係咧，即係話你根本咧，你只係得個聽咗聽到咧，有啲人一聽到咧就點啦？即刻咧。即係瞓覺嘅喎，點解呢陣係瞓覺時間？敬拜咧就可以開心笑下跳下，但係一到 candle 就開始瞓覺喎。嗱，當你發覺原來你裏面有一種聲音提你，你又回應神，你就同神有關係。嗱，呢度我想問啊，有邊個你發覺神會感動你，你又會回應嘅？有幾多個？你舉高個手。有幾多個係你神會感動你？去親近佢啦，去悔改啦，而你又會回應嘅，舉手啦。嗱，如果嗰啲未曾有嗰啲咧，你今日你就悔改求耶穌赦免你，你想唔想肯定自己去到天堂啊？你想嘅話咧，嗱，你嚟得呢度你都係想啦，你嚟得呢度你就要捉實耶穌，你要肯定，你好簡單啦，你悔改認罪，求耶穌赦免你，你又開始神就同你講嘢噶啦，神就開始感動你，叫你知罪。叫你悔改，你就回應神。你睇到神咧，神好可愛嘅，咁你嘅心就會中意神啦。好啦，跟住啦，第三嗰度就係冇侍奉喎。但係原來真信耶穌亦都會侍奉神嘅。馬太廿五章四五節一齊讀啊。王要回答説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。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，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。就係話咧，冇做咗一個弟兄嘅身上去祝福佢，去幫助佢，尤其喺靈命上去幫助佢建立佢嘅時候咧，要去邊度啊？呢度話去永刑喎，永刑係好恐怖嘅，有冇得出翻嚟㗎？冇得出翻嚟，係好慘嘅。曾經有人咧，神有啲基督徒話神俾佢落去地獄。嗱，有一個我喺我網上咧 YouTube 牧師，你會見到我好多影片，其中一個咧。是23分鐘去地獄，你可以找的，23二牧師咁你就會找到噶啦。咁咧就係有個人去地獄咧，然後佢講出嗰種經歷啊，嗰種嘅痛苦啊，當你聽完之後，你真係哇，真係唔想，真係點樣都唔希望去到地獄。佢講到咧，因為咧去地獄嘅時候咧，係人係復活過，因為耶穌講到復活得生，又有啲人嘅復活咧係定罪嘅。即是話已經有身體啊，咁我去到地獄咧係有身體喎，係需要呼吸喎，不過嗰度冇空氣喎，即係點啊？好想呼吸係冇氣嘅，同埋好臭好臭嘅，同埋咧係極度嘅熱、極度嘅痛苦、極度嘅辛苦嘅，都不斷俾邪靈折磨嘅，係世上嘅痛苦全部都加強千萬倍嘅，即係其實因為嗰度咧係同神嘅恩典，我哋而家日日都有神嘅恩典。你會覺得舒服，周圍的舒服都是神的恩典，但去到地獄是再沒有這些花草樹木，再沒有這些一切好的東西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個都說真的要跟耶穌有親密的關係，真的感謝耶穌。還有第四點，我們講完這個四點，我們就休息一下先的，一起讀一下。人不能逃脫神的眼目，親近神的必蒙福，不親近神的必受虧損。有咧，神察看人嘅肺腑心腸，啟示錄2章23節下面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，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樣。嗱，好多人以為可以走雞啊，
我做咩唔緊要啦，到第日我臨死我會悔改㗎啦，求耶穌赦免啦。嗱，呢一種心態已經係對神嘅唔尊重，千祈唔好有呢種心。啊，等我臨死咧，我就會悔改信耶穌。而係而家神睇我哋嘅心，而家就係永恆，因為你而家對神嘅心態就係你永恆同神嘅關係。你而家係點，你以後都係點樣樣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就係話，神睇到曬我一切嘅行為。當我思求神嘅國同佢義，一切交俾我哋。當我哋唔親近神，嗱，即先講到三樣嘢，就係話唔親近神，唔係時時喺耶穌裏面就扔在火裏燒了。然後咧冇尊重神咧，就係咧耶穌唔認識佢。又跟住咧就係冇侍奉神咧，就係進入永刑裏面。嗱，咁嘅意思唔係話你做好得救喎，千祈唔好咁諗喎。永遠都係信耶穌得救，因為係恩典嚟嘅。因為我哋個個人都唔夠好，冇人夠好，我唔夠好，我都犯過好多嘅罪。但我而家知道罪嘅嚴重，我係刻意處理任何一罪嘅意念一出現，我即刻處理嘅。我係刻意完全跟從神，因為我知道神好好。我又知道話任何地方違反神犯罪，一定有唔好嘅結果，一定走唔到雞。我係知道一定走唔到雞。我又發覺當我哋愛耶穌，一定神祝福，係咪好自然嘅結果？就係、個結論就係、我跟從神係最好嘅。你整個生命蒙福，我成個人咧，我係咩？我真係我任何方面，我人際關係又好，我去到邊度世界嘅不同嘅地方，嗰啲人同我關係都好好，我都享受，我侍奉我享受，我為人祈禱我享受，我整個生命我享受，我享受音樂，我享受靈敬拜，我享受自己敬拜，我享受親近神，我享受幫助人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生命。同時神俾我好多嘢享受喎，我又好中意花草樹木，我好中意影相啦，我影過好多好靚嘅相，係我好享受嘅。我係覺得真係咧活在而家好似活在天堂嘅，不過天堂仲會仲好，我而家活在天堂嗰度嘅。咁希望大家有呢個心，我要耶穌，一齊跟我講，我要耶穌，跟耶穌嘅路最好嘅，跟耶穌嘅路必定蒙福嘅，神好錫我嘅，神好愛我嘅。神充滿感情的，我越在耶穌裏面越是有豐富的感情。多謝耶穌，我愛耶穌。